今天呢，我们来分享这首非常好听感人的一首歌，叫《父亲》。正好今天呢也是父亲节，好听的前奏加上弹唱，马上教会你们。需要吉他谱的同学看一下下方课程，里面有我所有作品用得到的吉他谱，都配有非常简单、还原度高、好听的前奏，大概是100首左右啊。这首歌呢，我们采用 C 调指法编排。我唱的时候呢，我现在的嗓子是感冒了，我变调夹夹到二品啊，比较适合我，原调应该是夹到四品啊。所有的和弦呢都标在了屏幕的上面，有一个这个 F， 不会摁的呢可以用这个 F 大七来代替。哎，剩余的呢都非常的简单，右手呢两拍一转和弦，根三二三，对，然后根三二三。副歌的时候呢，我们采用扫弦的方式，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，对，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。我给大家唱一遍那首歌。下班。